他明知晓逃离不了无声的喧嚣。我是月华娱乐的训练生金子涵。获得 C 等级的月华娱乐全员。那些苦口良药口口声声说是忠告，啊，人间多渺小，啊，关系多微妙，啊，如何是好。记得去年七月初的一个晚上，告诉我你想回国面试公司的事情，我当时是不同意的。你一个小姑娘自己离开家在外面，妈妈很担心你。加油宝贝，爱你哟，哦，妈妈一样。那没有很爱哭的是不是？恭喜来自月华娱乐的训练生金子涵。就是之前其实我是一个挺没有自信的人，我找到了自信，更加坚定了我想要去更大的舞台，我希望可以有那一天。我想要成团成为九人里面的一员。成团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第十一名，他是来自月华娱乐金子涵。几个就是站在一排，然后对着对面的大森林呐喊：金子涵，你要好好的，金子涵，青春有你二。最后一次打板。那里可以落下，怎么去拥抱？猝不及防的他跌跌撞撞，坠入人海不停的奔跑。那个避风港口能够依靠，流言蜚语别轻饶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金子涵。还没有任何的代表作品，就我其实平时是那种不争不抢的，就比较慢热，完全不太懂这种感情。比以前是进步了很多，我们是两张特别白特别白的白纸，是最陌生也是最害怕的，好多好多的委屈，好想做好。其实自己本身是挺要强的一个女生，因为就一个人嘛，然后就很感谢，真的很感谢老师。